个时钟啊，非常准确哈、哦。你看一下哈、哦，箭头代表是时针，然哎分针，然后呢，月亮跟太阳代表是时针。那你看现在几点？早上看月亮时针，现在几点？57分了哈，11:57了。早上看月亮，晚上看，不，早上看太阳，下午看月亮哈。然后那个箭头代表就是呢哈这个时针。那等一下呢哈，它12点呢会敲钟啊，在最上面有一个钟人，有看到吗？啊，那叫汉斯，他等一下呢哈。几点钟就会敲几下，所以你12点来看，它敲12下最多了。那各位，这个钟塔呢，是这个伯恩最大的钟塔。其实伯恩以前的话呢，是护城河、护城墙所呢，的这一个呢，这个城市。那留下呢，然后那一圈呢，最外面一圈代表呢一天，第二个呢一圈呢，代表一个月，然后最后那一圈呢，走一圈代表一年，所以代表一个月。好，但是那是西洋人万年历，我们是看不懂的，我不知道各位看得懂。好，那所以呢哈，这个是呢哈最著名的这一个钟塔，曾经这个钟塔呢哈坏过一次。56分了，开始跳钟。第二个呢，哈，据说呢，哈，以前在中古世在那个这个喷泉叫做猎人喷泉，因为呢，哈，这个沙林喷泉我很喜欢打猎，啊，喷泉哈，它那个猎人的这个雕像在这里，啊，猎人。来，我们再往下一个，正好我们再往下一个喷泉。像王冠，然后像干嘛？是这样子，在市政大一点，市政府啊，比市政府大一点，不会，州政府，比州政府再大一点，总统府，他们没有。这个地方呢，哈，叫做联邦议会大厦，啊，因为瑞士呢，哈，我说呢，它是联邦议会的，那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呢，瑞士的政治的中心，啊，瑞士中心，联邦议会，总统府。国家办公室都在这里面，全部在这里面。所以呢，哈，它呢，哈，是一个这个瑞士最高的广场的前面，所以在礼拜六的时候早上，把那个菜市场往里面装，啊，人家卖肉卖鱼。最大的超市，CEO 提供的。
应该在后面。哦，我的天哪，真的有一座超高山啊！好恐怖哦！等一下，什么？